们今天是结合智慧跟美食的一天，我们一共有午餐，我要把咕噜变成他的脑袋跟 AI 一样聪明。这是 AI 回答的答案，不要看 AI 答案。啦啦啦啦啦！啊！你快说啊！你快介绍啊！因为这个太扯了，我没办法跟大家讲这件事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有导入来做一个挑战。路应该知道，最近 AI 技术越来越强，而且 GTP 啊，然后什么 AI 帮你画画啊，一大堆都出来。对对对，反正现在有，然后甚至 AI 画那个跟真人一样，就是现在的 AI 技术越来越夸张。是是是。那就会有人开始想说，很多东西都要是不是要被 AI 取代？对。但你知道伟大的马斯克，叫马斯克，特斯拉的老板。对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怕讲错。没事，不可以剪掉，来继续。剪掉了，剪掉了。不行。那个马斯克就说，人类总有一天会被 AI 的机器人取代。那我们不能被取代，我们就要变成 AI， 变成机器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挑战这个项目，就是我要把咕噜变成他的脑袋跟 AI 一样聪明。我以为是打败他之类。我讲句实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打不败他。对，确实。我刚刚怎么会讲出这么有自信的话？开玩笑，对不起。请说明游戏规则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结合智慧跟美食的一天。我们一共有午餐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下午茶、宵夜。然后我们会有五题各自的学术问题，我要把训练的跟 AI 一样，你只要答对就好了。OK， 这些都是有标准答案，所以我相信 AI 会答对。你只要答对就有吃的 ，AI 就会帮你决定要吃什么，因为你要成为一个 AI 人。可是如果你答错的话，会有处罚。为什么到底有？其实我也在想，为什么要多吃？那好啊，那我答对你也要喝啊。你答对，处罚在我们这边。当然了，快。你答错，吃的在我们这边。哎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答错，那算我吗？你是很会吵架，我架这个脚本上面没写，你要让我想一下。那是我就算对，算对。哎、欸，那好，太棒，来吧。我们这样不会拍到我们。快点！叫你不要再讲话。快点！是。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基底的雪碧，然后我们就是挑果汁，我们都是以佐料啦，我们没有要拿食物进去。好，那就开始。好的，那我们的第一题呢是国文题。成语是汉字文化中特有的语言形式，它存在于汉语当中，它表达一段固定的语义，常常带有一些历史故事或是哲学意义。那么请问，一家室内会漏雨的海产店，它为什么没有卖蛤蜊呢？这是知识题吗？成语题啊。哦，所以要讲成语。对啊，你是四个字。哇，他说了一个好废话的废话。完了，我成语很烂的哦。还是正规的、啊，我听起来有点不太正规。好了，他其实是脑筋急转弯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说好要跟 AI PK 一下，然后问这种脑筋急转弯到底在问什么鬼？那我怎么可能答出来？我觉得脑筋急转弯可能是人类唯一有机会战胜 AI 的一个逻辑。哇，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吗？嗯，那我看一下。可是我不确定哎，这个是什么字、啊？你们可能连注意都写错，是这个成语吗？还是不是成语？不是，这不是成语吗？那个叫失事陋室，惟吾德馨，还能上阶女，草色无名。就是把人家八个字，然后一直取前面四个字来用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拜托。我误以为他是成语。我就想说，你不可能不会写这四个字。哎、欸，他是成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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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答案吗？你要确定？我确定。答错了。啊？那不然是什么？答案是与世隔绝。告诉我 AI 他答对了没有？好，我现在马上来。他说存货问题、品质问题、需求问题、考虑室内环境问题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答对，耶！所以算我对了。好，算你对。好，再来第二题，这题 AI 一定会答对，所以你一定要答对。好 ，Y2K 是 Years 2000的缩写，也就是西元2000年的意思。请问罗心理？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比我还要大可口的。这个是吃螺丝，这不是大佛，好不好？请问流行语 RISC 是什么意思呢？ RICC RICC 我怎么会知道啦？其实你不知道蛮可惜的。哈？为啥？因为你就是一个 RICC。几个字？ RICC 中文几个字？谁管你英文？它是形容啊，你要叙述，它真的是英文，它不是说什么 YYDS 永远一生，它真的就是一个英文的意思。这没有什么几个字，因为它就是翻译啊。在场有两个人可以符合这个描述。你觉得你是一个很……等，我已经提示你，在场有两个人。难说啊，只是你们没有被发觉而已啊。永远有病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病，不是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好难哦、喔。
因为它这个算流行语啊。有可能啊。好，我不管了，就这答案了，错就错了。好，来，请接。这是我英文的问题。自恋不算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不行。你讲来听听答案。是有魅力。就它其实是，这是 AI 回答的答案。是。不要看 AI 答案。我不想听你们这群公布答案的人解释，我已经没办法忍受了，我已经没办法忍受你们这群人。根据我的知识结载至2021，我没有听说过 R I Z Z 这个英语流行语。你不是说他回答出来，他没有回答。你有没有看到他说他截至2021？如果有付钱的话，他截至。那重点是你没付钱。第二题还是我对了。那你要不要听解释？当然要啊，我现在心情好了，我可以听解释。它其实是源自于 Twitch， 就是一些实况主播当时就是用这个字，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固定，大家知道这个意思，就是有魅力的用。等一下，你最常每次跟我打的好笑就是 www。你讲一个你认为流行语的，大家都讲一个流行语，我想看看你们程度到哪里了。最近国中还是高中的年轻人都流行打一串神秘数字，然后那串神秘数字就代表他们现在的状态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看你在高中说的。一群臭老人在拍什么？好，下一题不啊是数学题，这题就认真不闹了。四则运，刚刚都在跑，吵。四则运算即是加减乘除，是数学最基本的算术运算。五个孩子吃五个饼要用5分钟，请问80的孩子吃80个饼要用多少时间呢？我题目没办法输入到我脑袋里的。哦，原来在问这种。五个孩子，给大家看一下你写的，蛮可爱的，还蛮可爱的。我其实有一度想要回答80分钟，要是答案错了就显得好像很蠢。你怎么会按照这种逻辑去回答？就80分钟吗？对啊，先告诉我答案是什么。好，答案是5分钟啊。为什么？一人一个，他们同时是。对，我特别告诉你，看我刚刚就讲，那你告诉我 AI 回答对吗？这种有逻辑的 AI 还是会对的。不是啦，哎呦，没关系，错一点还好啦。对啊，现在是下午茶，下午茶给你们吃没毛病啊，我就很快乐。自然课都有教我们说，对啊，先告诉我是在闹还是认真。好，真闹的，来开始。综合反应呢是化学反应中互分解反应的一种，是指酸和碱互相交换组分。请问你们该如何对付讲话酸溜溜的人？如何对付酸溜溜的人？我觉得他的才是正确答案，怎么办？我这个错了，不是啊，我要怎么压过这个人啊？这个图有点违哦，打一下马赛克，你那个中指打一下马赛克。对，这样还行，可以吗？他妈都可以看清楚了，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吗？保持冷静，不予理会，避免争吵，保持礼貌，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他的答案跟你比较接近，我们两个都太 peace。对，我们在认真的回答这个题。对了，来吧，最后一题，我的宵夜时间。社会化一直个体进入社会，认识适应逐渐内化的过程。请问，当我们去西餐厅用餐时，摆放在餐盘北方的餐具是用来吃什么东西的呢？这题 AI 一定会的。当然，废话我也知道，汤匙、叉子、刀叉。有问呢，啊，这上面到底是什么？太久没吃这种东西了，我怎么记得？是甜点吗？对，耶！你们要看 AI 回答什么、啊？因为我在想说这边都主食，那这边应该怎么样都要是甜点吧？你跟 AI 分享一下第八个试题。耶、yeah, ，来吃饭。对吧？那我的 AI 帮我选择我的早餐。他给我的分量有点少，我是不是忘记跟他说我是大胃王？好，那他分别代表的是早餐是那个吗 ？Breakfast。午餐是鸡肉餐。Lunch。对，鸡肉餐。晚餐是鸡腿佐蔬菜。然后再来宵夜。宵夜是橘芝士薯条。这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的下午茶。耶、yeah, ，来吧，可以吃了。噔噔噔噔。特选 AI 给你吃的除了薯条之外，都普遍算健康。我的 AI 跟 GPT 最像人的地方就是它也要选，这就蛮实在的吧。那你觉得 AI 最快取代的职业会是哪些？外场服务员这种。
能很容易被取代掉。它又不会很快，你懂吗？你应该有看过那个收餐的那个吧？那你在经过它的时候，你会特意避开，还是它自己就会避开？我会特意避开。所以我们没办法得知他到底能不能避开我们，所以他如果想要加快速度，他要先从第一步做起，就是他要能准确判别前面有东西，他需要停一下，他还是需要转弯什么什么，然后才能去延伸，我把后面速度加快才不会出问题啊。而且他如果遇到那种幼稚的高中大学男生，在走路的过程中打个空气篮球，那送餐机械就说为什么他突然过了我，那机械就会满头问号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你长得很像那个吗？就是《黑暗荣耀》那个这个感觉。我们现在好友，你讲一下那个西班牙好不好？西班牙，哎，是真的越看越像哎。没有，我觉得大家最说我最像就是我的裂嘴。嗯，好惩罚，很好。那你要帮我们调我们的惩罚。哦，干嘛？手下留情。哎，这真的手下留情。我们昨天一群去吃辣。这个要手下留情。我倒在这边啦，谢谢。酱油起来啦。你看啊，里面有好多。你现在给水晶宝宝，我可以喝了。然后好喝跟我说，喝食物好吃就是要甜甜的。我跟你说难喝，但不是好喝的。你们喝就知道了，好奇怪的一个味道。可是它不是胡椒味道，感觉胡椒跟它们产生了质的变化。嗯，胡椒味，但没有到很难喝。好啦，饱餐一顿啦。总结来说，你今天五题有四题像是个 AI， 就是很一本正经的在回答，失去了人类的温度。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企划是让 AI 决定我的一餐，然后就是也体验了 AI 如何帮人家决定，但是他决定的食物其实都比较…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付钱，他才回来那么脑残？你说你付了钱，他可能再更精准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 GT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I 软件？大家有觉得哪一些软件特别好用，或是你们问了 AI 什么问题，然后觉得非常的实用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这很难哎，我脑子瓜子想不到成语有什么跟这些有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要自己帮我自费。你要确定哎，他对的话是我。谁让你们想的是烂计划？你们上次想那个又搞到我们，然后这个想那个又搞到我们。我跟你们说，想计划要搞他，这是不可能的。